直到临产，我都没有见到过你爸爸。我曾经想做过人工流产，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太大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把你生下来了。哭出声，武家人就来赶我走，让我必须马上离开上海，不允许我再见到你。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无依无靠，我只能选择离开，所以我去了深圳。在这个期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，但是武家人始终封锁消息不让我知道。直到你四岁那年，你爸爸出了车祸死了，我才知道你被送进了福利院。我想接你，但是你已经被人领养。直到你七岁那年，我才把你接回了家。你最好不要让我信你这个故事，因为我如果相信了你，我会更加恨你的。我这是自作自受。安安，你记不记得你曾经无数次的问我，我为什么要领养一个七岁大的孩子？我为什么不结婚？为什么不要孩子？除了我是你妈妈这个理由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得通呢？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妈妈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都不肯告诉我？你明明知道我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，你怎么就能忍心看着我受折磨呢？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我怕人家笑话，我怕人家知道我这个事情以后会看不起我。可是后来你长大了，我就更没有办法说了，何况你又是那么想找到你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如果我说出来之后，你真的会原谅我吗？其实我一直都在幻想，要不我们就这样算了，反正你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其他的亲人。安，你今天的这个态度，我真的，其实我早就想到过，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怨你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是罪人，真的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！你要去哪儿？你放开我！你不要碰我好吗？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你不要这样折磨我，会很难受的。像你这样一个冷酷残酷的女人，你还知道难受吗？我承认我自私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，请你原谅我好吗？你让他走好吧，我八年的，我没法撑着。先走吧。
醒了！哎，杨安，听说你生病了，是什么病啊？什么病啊？要不要紧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可帮你报名参加那个什么东南亚街舞大赛。哎，对对对，怎么叫我去的？你一定要来哦，要不然我们连入场证拿不到。我们还要等你排舞呢，是的，记着啊，快点好起来。不行的，快点。我没有让你现在就接受，但是你总得有个态度吧？啊？我怎么可以接受他？我不可能接受他！我从小到大把他当养母、当敌人，我从来没想过他是我亲生母亲。我只想到有一天我找到了我妈妈，我会还他钱，还他情，我把我所欠给他的全还给他，因为我不要欠他的，我要跟他一刀两断。因为我希望他老了以后孤家寡人，一个人伤心难过，我现在想想就解气。可是他突然告诉我他是我妈妈，你让我怎么接受他？这也太搞笑了吧！那你告诉我，你对他有过一点感情吗？没有。你没有说实话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他是我养母，说不定有一天我会认他，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可是他告诉我他是我妈妈，我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妈妈怎么会把我扔到福利院里7年不管不问？她怎么会养了我12年就不肯认我呢？她每天都在看着我，找爸爸找妈妈。可是，她就会编出那么大一个谎言来欺骗我，还把那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当做我妈妈。她还跟我一起烧香烧钱去祭拜她。如果她真说的是实话，那么她就是世界上最残酷、最邪恶的女人。我不想这样听你说你妈妈，她昨天守了你一夜，哭了一夜，她能说出实情，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她那时候跟你一般大，她这些年不容易的。要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我是她，我不会那么做，因为天底下没有比我的孩子更大的事儿了。你说的是现在2004年，想想你出生的那个年代，20年前，一个女孩子做出这种事是要身败名裂的。他没有你现在坚强。不管你说什么，反正我不会原谅他。你帮我找房子吧，我要搬出去住。我不能帮你找房子，这样做对你妈妈不公平，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。你跟他一样虚伪，你就会向着他。你说过你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你的亲人，现在你亲人就在你身边，你就是不认。可是他不是我妈妈，他不是。关系当然跟我有关系，如果你离家出走的话，我就要去报警。你报啊，我正愁没地方住呢。我看要是能住看守所里还不错的。只要你不在我的监护范围之内，我就可以去报警。我有这个权利，我是你妈妈。你是我妈妈吗？谁知道啊？你敢向全上海的人民宣布你就是我亲生母亲吗？做不到吧。未婚先孕私生女，你当演肥皂剧呢？我现在就可以去登报，但是你必须要跟我回去。让我跟你住，就等于让我死，你懂不懂啊？班南，我要跟我男朋友住在一起，走啊。甜蜜，你现在马上帮我约巴先生，我要跟他谈。你准备住哪？你不要管我。还是住船上吧。住船上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出现在我眼前。你这是要干嘛？那件事情又不是我要对你怎么样。我警告你啊，你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。你我之间什么都没有。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
你别太着急了，他需要时间的。他会恨我的，他会恨我一辈子。怎么会呢？你是他妈妈。不过我真的还是要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你。你别这么说啊，这么多年你都挺过来了，没有你不能应付的事情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这一天先让他住我那儿吧。他不会住你那儿的。为什么？你自己去问他吧。好，那我走了。今天住我那儿吧，我收容你。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啊，我收容你，你还讲条件？谁让你收容我？啊，好好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要去见武家人，你要帮我。你认你妈妈？你希望我拿她当真还是当假的？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，就是她编的一个故事而已。雷珠啊，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恨，你不是我，你不会了解我的感受。这一次我不能帮你，你知道武家对你妈妈造成多大的伤害，你这样你妈妈会伤心死的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帮我的。哎，一直以来我可都站在你的立场上啊，但是这一次你太过分了，你妈妈对你的心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只有你，我看得比你们任何人都清楚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回去告诉严庆庭，我会去见武家人，我会证明他所说的一切。如果他又在撒谎，我会……哎，你会怎样？啊？喂！喂，庆庭，你说的对，他不肯到我那儿去。他在苏州河边上已经溜达一下午了。嗯，好吧。哎呀，严总啊，你放心好了啊。如果巴达这小子再敢对你女儿想七想八的，你看我不打的他，这一辈子都不敢想女人。啊，方先生啊。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呢，我就放心了。那个，至于费用方面啊，严总啊，这个你就见外了嘛啊！你跟你女儿都是我请都请不到的客人是吧？你们能够到这里来，你看我，哎，阿妈，你过去啊！你，我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呢这辈子在苏州河上混的，你看。那个嗓子都粗了。巴先生性格真的是挺豪爽。哎，你看我们条件差一点。哎，对对对对。阿妈，哎，你来了。啊，我来这住了。你妈妈她？我妈妈呀，我已经跟她正式说拜拜了。你斩尽杀绝呀，你连我喘气的地方都不放过，你够阴呢。我是你的妈妈，你不能逃离我的监护范围啊，你到哪儿我就应该到哪儿。你有病。你不是老说我们平时缺少沟通吗？现在我们可以在一起了，就可以多沟通沟通。好，你住这儿我走。哎，
银行的储蓄卡我已经冻结了，要么你就回家住，要么就住学校，要么你就住在这里。苏州河大着呢，几十条船，我爱住哪条住哪条。你住哪儿，我就跟你住哪儿。我住这来了。哎呀，别问那么多，喜欢吧。我那个耐克出来了。是吗？是的，真的。啊，不。要不今天咱们别在这玩了。今天我这有点不干净。好，来都来了，就在这里玩吧。对啊，就是吧。对啊，在这里玩嘛，还要坐飘马嘞。然后你们也发现那边有个人了。把这些东西给你这小朋友吃。啊，哎，来来来，你看你们都是安安的好朋友啊，平时也没有时间这个陪安安玩。哎，杨安，是你妈妈吗？看上去很漂亮，很和气哦。哎，这个好，我拿这个。哎，要去的。我妈妈才不会那么俗那么假呢。等哪天我要真找着我亲妈妈呀，我就在黄浦江上开个大 party， 你们都去呀。我要让东方卫视向全国直播。哎，来来来，吃这瓜子儿，这瓜子儿特别香，你们尝尝。谢阿姨，谢阿姨，谢阿姨。哎，你看，你还没拿呢吧？你拿这个吃。谢谢阿姨。这个特别好吃。哎，那你们好好玩吧啊！我在这边，我就不影响你们了。嗯。全赶走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跟他们交朋友啊，这就是我想干的。交朋友，恶心！你假模假式的把他们全赶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可能开始有点不适应吧，但总要有个过程嘛。我觉得他们挺喜欢我的。好，这条船归你，我走。黑叔。我今天晚上有事儿就不在这儿了，你帮我好好照顾雷珠。行。啊。他收买你？不是他收买我，他收买我老爸，我老爸威胁我，说再这样碰你一下，他就要打死我。你说我怎么办吧？
你怎么了？我是真的斗不过这个女人了，谁来帮帮我呀？我去驾驶舱睡觉了。你怎么了？好像气色不太好。嗯，没什么，就是昨晚没休息好，有点累。哦，啊，两天后呢，广州有个订货会，我看你去吧。正好到外面呢去散散心。这两天你确实太累了。这两天安安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不想出远门。就是因为孩子，你才更应该离开几天。你不能总是跟孩子较劲吗？要给他，也是给你自己有些空间才对吗？好，那我想一想。又出什么事了？请你转告严庆庭，不要再靠近我。如果他再上那条船，我立刻去跳黄浦江。哦，这个季节游泳温度不算低吗？嗯。那我还有第二句话，请你帮我调查一下武家，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真相。如果严庆庭不是我的亲生母亲，我一定要上法院起诉他。起诉？你起诉他什么？嗯。反正他不说出真相，我就要起诉他。那好啊，我帮你找律师，我认识很多，但据我所知，所有的律师都不会接你这个案子。哎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就是跳太平洋，也隔不断你们母女的关系。另外，我答应过你妈妈不做伤害她的事情，所以，我帮不了你。哎，那我们还是不是朋友？是。是你就帮我。但我跟你妈妈也是朋友。你怎么才来呀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告诉你，你的姑姑其实还活着。这就是他详细的门牌号码和电话号码，有了他，你就可以解开你所有的身世之谜了。我东西你干嘛不给我？拿钱来。你怎么就会钱钱钱的呀？我不都给过你了吗？哎，你给我的钱怎么会够啊？你知不知道这个是哪儿来的？这个是私人侦探所给的，你明不明白？钱很贵的，你的给我的钱早花完了，我还自己添了很多钱呢。下来，曼娜，你最了解我了。你看我什么时候小气过呀？嗯，这回咱先赊着行吗？我给你打借条。那可不行。哎，你可以问你的养母要吗？她对你那么好，你不会不给你？你怎么，你光想着严静婷那点钱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找掉。那你还想不想解开你的身世之谜了？那可不行。你给不给？拿钱来。不给我跳了。跳吧，姿势优美一点啊。在这种时候你拿这种事来要挟我，你
你算人吗？巴南，我告诉你，我从小拿你当最好的朋友，你就这样对我是吗？那我告诉你啊，这地址我不要了，你这朋友我更不要了，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姑奶奶，算我赔了，我给你，我给你行吗？是这样。谁啊？啊，我是严庆婷和武云斌的女儿，我叫严安。女儿？哎，我找一下武云珠。我就是啊。那我应该叫你姑姑吧？姑姑。好好好，你进来吧，进来吧，来。哎。又买了两个，赶快去有人来了，你替我来几拳啊！好的，早就想打了是吧？只许赢不许输啊！没问题，拿快菜，快菜，快菜！哎呦，糊了！哎呦，怎么糊了？哇！哎呦，你手气老好的，我不敢相信。哎呦！姑姑，姑姑，好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，他们外边还等着我呢。啊，我想知道一些我爸的事儿。他早就死了。我知道。那我想了解一些咱们家的事儿。咱们家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爸爸死了，你爸爸的爸爸死了，你爸爸的妈妈死了，你爸爸的妹妹也……哦，我还活着，够了吧？啊，嗯，这些我妈倒是没跟我说过。你妈？严杏婷啊？他怎么会告诉你这些？哎，你们常见面吗？我们不大联系的。他现在这么有身份有地位，怎么会看得起我们呢？那我怎么听我妈说，当初还是你反对他们俩结合的呢？是啊，我当然反对了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哇，我服了！哎，我再来几下啊。你怎么了？擂主要调查武将，这说明他承认了我这个妈妈了。他让我帮忙。那你说什么？我不会做任何违背你意志的事情，这点你应该清楚。我明白，我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一直心存感激。但是，我能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不谈这个好吗？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以为你把我当朋友。我是把你当朋友了，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。可你心里有话，你不告诉我。你知道吗？有些时候，有一些事情是连自己的亲人都没有办法分担的。小梁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，而且你也帮了我很多，但是到此为止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老实说，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已经习惯了，我很不习惯突然有一个人介入我的生活。是不习惯，还是另有隐衷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没什么意思。泪珠已经承担很多了，受很大刺激了。万一他要是真的调查出点东西来，我家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谢谢你。什么事啊？这么急啊？嗯，当然有事了，要不我那么大老远来找你干嘛呀？什么事？那个，不过你得先保证别说我，你老说我，我都烦死了。你这个孩子，我现在上班呢，哎，要不走到办公室谈？不要不要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了解到了一些情况，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，咱们找那严女士谈一谈，行吗？你又发现什么问题了？哎，你快看那女的，那人，那女的怎么了？她叫武云珠，我应该叫她姑姑的，可我一点都不想那么叫她。你叫她姑姑？啊。那她是你什么人啊？你说她在找谁呀？哎，你看这武云珠。是在纠缠他呀？不会吧！我想严女士肯定是有什么把柄在她手上。哎，别瞎说，大人的事小孩别跟着瞎掺和，记住了哦。不行，这事儿我一定得回去好好搞搞清楚。我走了。喂，安安，怎么了？我有事要跟你谈谈。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今天晚上6点钟，过河桥，船上。喂，上医院看看吧，我趴一会儿就好了。那我再给您倒点热水啊。哎，过了桥就让阿麻停船吧。其实有些事情我可以帮你搞定的。我告诉你，有些事情我必须当面问他。你要认他吗？谁说我要认他了？因为我发现你对他的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少分析我。如果他真的是你妈妈，你怎么办？我们家的事你不要管好吗？半天了，我觉得还是再等等吧，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呢，或者堵车啊什么的。上海的交通你也知道，本来就那么烂。不等了，这个女人从来都是不守信用，看来只能靠自己才能找到亲人了。我要自己去调查。阿南，走吧。阿南，
是我爸的资料，怎么就看不得了我？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无凭无据的，要么让你爸爸自己来，或者你到派出所去看证明信。哎，我爸他都死了好多年了，他怎么来呀？你妈妈哪儿？让他来，他出国了，等他回来好来。哎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有急用，你就给我看看不行吗？你求也没用，这是规章制度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谁来负责任？这下你高兴了，对吗？我希望你们娘俩都幸福，这才是我高兴的事情。我已经满足了你的部分心愿，那现在请你帮助我。为什么？我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哦，这个你不帮我是不是？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永远不认他。哎，我最讨厌别人要挟我了，你现在为什么总愿意用这一招呢？嗯。哎，你看你们这空调它老坏了，要不要换一台？我跟你说，我妈他们学院公司今年推出了好几款新空调，什么变频吸湿净化空气的。哎，你们要是要的话，能出涨价。你老妈是学业什么人啊？老总 ，CEO。我妈叫严静婷，你没听说过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妈妈是 CXO， 反正是主管销售的副老总。吹牛吧你！哎，谁跟你吹牛啊？你不信学燕打电话，你问问呀。哎，老李。哎，哦，这个。你跟学燕挺熟的，你听说过一个叫严什么厅的老总吗？严庆婷。学燕老总，谢怀普啊。谢怀普啊，是我好朋友。谢伯伯啊，他儿子谢丹青是我男朋友。丹青，你男朋友，我从小看着他长大，这可不能乱说。不行，你打电话问问嘛。这个不让他说，你自己。哎，你接电话，接电话，他马上就接了，你快听。喂，是丹青吗？我是李伯伯啊，街道办事处的，小时候我还送你上幼儿园的，想起来啦。啊，我这里有个女孩子，叫什么？严安。哦，她叫严安，她说她是雪夜严总的女儿。对，严安是严总的女儿。也是你女朋友？啊？哦，对对对。是吗？哦。那李伯伯能帮就帮帮她吧，我改日再谢谢你好吗？哎，好，再见。谁电话？我爸爸在街道办事处的一个老朋友。怎么突然想起你了？哪来你手机号啊？不知道。走。妈，资料全在这里，你自己看吧。来来来，大小姐，吃饭吧啊！面泡好了，来，别洗啊，别洗。给。哎呀，别再胡思乱想了，就吃面吧啊！我是85年生的，可是他86年才结婚。别瞎想，大人的事你搞不清楚。看来我是私生女，确信无疑了。什么私生女啊？你不要跟我说什么私生子聪明啊！啊？哼，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个说法？我只是假设嘛。假设？
假设她是你妈妈？我就是不明白，她为什么告诉我，她和武云斌没有结过婚？哎呀，她有她的难处，我劝你别查了。你这样查来查去，她很难做人的，除非你一辈子都不想认她。我下辈子都不要认她。怎么这么没良心呢？她今天找了你一天，她昨天晚上不是有意失约的。你不用替她开脱，这个女人我都已经习惯了。他撒点小谎，那不是小 case 吗？不，他真的是有病了，他是带病去找你的。那正好啊，他需要人关心，他身边没有男人，他需要你。你这孩子怎么变得这么冷漠啊？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你平时总是说你关心我，可是到了关键时刻，你从来不站在我这边，你心里只有那个女人。她是你妈妈。啊！你一直在帮他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还想瞒我？他去过办事处，找过武云珠，他不傻。如果你真有什么事，一个小孩子有什么能力调查？一定是你在帮他。无聊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心非常乱。你不要在意我的说话方式。我要是不跟你说的话，你说我能跟谁去说呀？你知道我这个人，最注重的就是承诺。我答应过你不去帮他，但他不是小孩子，他要调查谁也拦不住。真爱的踪迹，说什么？